亏了多少？刚才不是讲2000多万吗？在中国还是在加拿大？在加拿大。那么赶紧查，赶紧检查。那么现在，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送回去。这是第一个，送回去结束了。两个问题，第一，你都不知道中这个加拿大的护照是。而且这个我不算。